陈根被绑住，不断大声叫救命。小鬼黄鸿升跟女主角孟耿如首次见面就吃尽苦头。你开了这车出去吗？闭嘴！叫他出去没？哎，哎，哎，我在叫你哎！不要碰我的头！吃拳头、过肩摔、戳头，样样来，甚至还脱了裤子被推下海。偶像剧细皮嫩肉的女星们上演全武行，就连拜权女王杨谨华也输人不输阵。你们为什么会请一个导游不会讲英文的？然后你为什么穿得那么奇怪？先生，就您刚才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会讲几句英文就了不起了？我告诉你，我的英文只是不太流利吧。在剧中呛辣个性的杨谨华跟男主角王阳明也常斗嘴。你知道什么叫天灾人祸吗？天灾啊，就是你天生长这样，而人祸呢，就是你生成这么累还得生这样啊。哎呀，我的眼睛要瞎。哎，鸡屁股，拜托你有点道德的话不要出来害人啊。臭死了，不要说了。饰演跆拳道高手的房思雨跟男主角张彦明首次见面一样吵架，房思雨凶巴巴捏人脸却被推下水。但偶像剧女主角已经不再娇滴滴，不约而同改走动作派，剽悍形象引发话题。 TV 新闻综合报道。